今年几多年旅游参加苗栗沙群，可能按到乡镇旅游七家的沙团，苗栗后龙镇的陈彦云，也为七家的家乡镇的后龙泰西斯一个苗栗沙团，大家在地表互通传播消息。唔但请睇苗栗方言，伊能含派内快 Q 私信，大家进一步认识交流，也有变作好朋友诶。今年还睇同行路街成立白后龙湾工作坊，而同大家的力量结合起来，成功采天，向下解决家乡的困境，为后龙变那行个好。萝卜头前对面立立插插的东西，三桥岩片内只缺一无限的病手。那我们这些朋友们呢，他全部都是来自网络上认识的好朋友。那我们是在网络上面聚集对家乡的热爱，所以其实当我们每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，稍微就是网络上呼吁一下，他们自己就会来帮忙。人都走动有水，所以常常也是某天朝读书时，三九群众的想法。安东眼泪，苗栗山区安发炭，后龙眼青眼军，看到东都向前都用眼心力提防新沙滩。后龙用走的猛脑，手指出的面书红，心力后龙太塞死沙滩。对其家的好朋友超喜时，两下欣然就跟着日本去前浪沙。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平台可以让他们可以凝聚，后来就发现说，哎，我们应该要走出来，应该要让虚拟的世界变成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实体的执行。苗栗的两栋台，不过想做的事情很多，打破苗栗，每行出苗栗。是有点不认识又太认识的朋友们，大家聚集开会，来商讨着我们第一次，哎，市集要在哪里办。头日白开会出现的新山快改片的上点读，大家讨论今天是哪种拍摄摄的方式，然后各种催情的勇气联络起来。那祈福市集的运作，它就是把手作的温度、在地的小农，还有一些在地的街头艺人，还有一些在地的议题，全部都放进来。昨天桥梁三界王超发系介六年二，佢都为了竹竿做出各种同步发草料雕，本当地推中表彰的机，坐上过后就魔法图就安然起。那就在养伤的这段期间，我就上了那 FB， 发现有这个后龙大小是这个社团，那我就加入。发现很多年轻人在为这个地方，以前我想做的我做不到的，他们都已经把它规划出来在做。那我是等于是参与而已啊，我很高兴啊，有这个参与的机会。由下班从后出一个电影节的卡通音符，网站扶老千小人就该系欢乐发同创体不白的套路，随住盘学习听错可能都记得。自动系后生人啦吼，做个太通行那多的后生人，听下就进来，人家向下佫发展起来。说真的，后龙一些外出的人口真的越来越多。那我们尽量把后面紧接着下一代这些说，你不用出去，我们这边是最好山好水好地方的地方。老其他种下手菜强肉，猛马工作机会，人单单都晒出去嘞。不过后龙两区后生意，想改变安样个情形，本单盘学习是系好搞。不过铁三百个后，大家出地介绍，喊做在回家乡做点乜计呢？系希望我大家安然后生意，唔是讲做安然去，做啲啊多啲生活下来，买嘢加啲东西手工艺品嚟讲，借由我们第一步出去，用吸引更多年轻人来从事业品嘅讲，打造出一个当理想欲望。啲冇共创，也做做出冇共用特色嘅后龙小镇那样，就让回乡进来之后，可以带更多的心血进来。不同的创造，不同的发想，那让这个乡亲们这些社区越来越活泼。今年记得海南的同心老街签了一间萝卜哥来做基地，成立后龙湾工作坊，为老大家的轻轻脚下，大家也出墙就不下敢容了。这是算后龙溪的出海口，当时的所有的就是吞吐啊，商业吞吐各方面，它的所有人的聚集都是在这个港口上来的。那所以它曾经在早期的时候，它甚至一天百来艘的帆船是在这里进出的。本来的名字叫做碗窟啊高了，当时是都是帆船，那么有大小的来这里停泊，那么再运大陆的出产的那个杂货。到我们这里，那
他们回去的时候啊，都在我们这里台湾出产的那砂糖，或普通的房子，如果你没有开店的话，都租给他换那个砂糖。当初老师们跟同学落街，是后龙最早的街路，上早的店门落建筑，就盖一间连车标房。不过还能看得出，头个是去排头，去闹年。好像他是杂货店，啊，他好像是以前是做糕饼，他也是做糕饼，批发销到通宵了。帮妹好把好菜都当厉害，见来见就冇生意，老街也出甜甜的门路。专会派实习来到同乡老街后生机，结田五二是全部职业，为自家签进老街挑过嘅好光景，每回转家乡嘅后生机来创造机会。转得也好，你讲啊，存当多钱，然后但是我感觉我转来吼，我存了当多朋友，当朋友还要存到讲去上班吼。生活的步调冇按像个都市那样当繁忙那样啦。啊，虽然薪水冇按高，但是讲，对人的物质欲望欲望和心灵都踏实那样。每一个进来的人都已经很清楚知道自己都是要靠双手下来，然后一步一脚印。所以当假设我付出是一分的力，就可是影响到了朋友，他也来出一分的力，然后十个人就有十分力。刚来的时候，社区是单独一个个体。那在地的后龙大学是一个特体，啊，学校也是个个体，三个基本上是没有连结的。那透过这一次，我们跟在地的志工，就是后龙大小市的市集，他们成立的后龙湾工作坊，这一群很有心的青年们结合在一起，我们发现，就从社区跟学校，还有在地的文化三个结合，非常的棒。唔单成为老菜体验联络起来，还能为乡外体验轮延续后龙。只有生根的话，它才会有文化。他才不会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，连你的目标都不清楚，别人怎么会愿意进来了解这里呢？保留本丹老师的后路，希望后路是大家来自北拜读闽南的素材，自家家乡自家叫，对闽路都显示世界。记得有跳下麦上方魔鬼变，能量喊你的空台，还有多多合作的，等你会做。同心同心，嗯，所以我们说这是心复心运动，心复心后龙运动。